对闭合线条的图形进行封面，一个一个进行处理，效率会比较低。我们有更快的批量封面方法，选中需要封面的所有图形，鼠标右键进行封面，这样就一键对图形进行批量封面了。使用封面插件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在建模过程中的效率。关注优项带你了解更多 SketchUp。